雨虹好像快要开始爬了。那雨虹7个月，像小狗一样这样趴在这边这样子动啊动啊的，好像要爬。小狗，小狗，小狗，好，弟弟过来。小狗，哎，这样我们今天想办法过来吗？哇塞，哇塞，这样姐姐这样拉的哦。弟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小狗，快变成乌龟吧。小狗，哇塞，小狗。你弟弟像不像旺旺？像不像小狗？你捏弟弟，捏弟弟。手法非常的，非常的这个老练嘛，非常的纯熟，跟他爸爸学的。弟弟过来，弟弟加油，弟弟加油，加油。弟弟，冲啊！弟弟，像一个小狗一样。弟弟，好可爱的狗狗哦！姐姐看，姐姐看，你看弟弟。别打。